这只鲍鱼肯定是吃饱了撑的，躺在石头上晒太阳的。你看，一直在这儿扭来扭去的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石头底下，这是只螃蟹吧？呀，花盖蟹，这也太小了，放了吧，长大了再来抓你。在这个木桩上发现一只小海螺，下面还有一只，这个要大一些，这还行，还能吃得着，肉不肥呀。哟哟哟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你这个小皮皮，在这儿跟我玩呢，收了你。这只大成王正在打洞。就被我发现了，你看他的屁股，他就靠这个在沙子里面打出一条地洞来，这只也不小。说了，水坑里发现一只漂亮的海螺壳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挺精致的。这么好看的海螺壳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没有个火眼金睛啊，都发现不了它。还有红嘴唇呢，拿起来看看。哎呀，还挺有活力的，跟个大鞋垫子似的。说看到这个出气孔了吧，一直在冒泡泡，好像是只螃蟹，小花蛋蟹。这个小家伙太小了，哟，这么小就怀孕了。蟹鳍里面都是他未出生的蟹宝宝，必须给他放生了。